请掀开经本，旧盘茶王寄送第二首看起。佛系普修住恨海，教化十方无量众，种种方便利群生，慈谢托门龙主的。龙主旧盘茶王，在前面长行我们看到的，他修学得法的是修习无边行门海解脱。那么从这个意思上来看呢，他是一个好学的人，从广学多闻上成就的。那么这个显示法门无量，众生的根性不相同，契合自己根性的这个方式来修学成就就比较容易。所以我们修学选择法门非常重要。修学无量法门必须是根性大力才有能力。我们根性比较迟钝，学一部经论都感觉到困难，如果同时修学许多种经论，我们不但不能得利益了，反而把这个思考啊扰乱了。所以一定要选择与自己根性、与自己生活环境方便的法门。那么在现前，我们的根性不利，我们的生活环境障缘太多，所以学一个宗派都不容易。早年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学一部经，如果再有能力呢，学两部经，学三部经呢，他老人家都不许过。像学三部啊，他就摇头，你没有能力。我们细细想想啊，老人家的话有道理。所以古人所谓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因为佛法修学确实不在乎你学的东西多，只要在精精诚，就与定慧相应。专一这就是修定，定能开慧，慧开了以后，不但佛法你通了，世法你也通了。所以我们要懂得佛法修学它真正的目的是开智慧。佛门常讲大彻大悟，
我目的在此地。可是彻悟决定是从禅定当中来的，决定不是你读很多东西你会开悟，没这个道理。你读很多东西增加你的常识，我们是常识丰富，不是智慧。念儒家也这么说，就即问之学，不是从心性里面的悟的。那么由此可知，儒跟佛都讲求悟性。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呢，那戒定慧就非常重要了。戒就是守法，决定遵守老师的指导。老师是个过来人，他有经验，他能够帮助我们，辅导我们。我们只要真正肯受法，依教奉行，一门深入啊，得清净心。生活、工作、处事，样样都能守法呢，你心就安。这个心的安呢，帮助你得定。所谓是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这个定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讲的清净心、平等心，这个大家好懂。说禅定，大家听这个名词感觉到太玄了，很难体会，很难理解。实际上就是清净心、平等心，这个就是定。清净平等决定生智慧，智慧现前呢，事出世间法都通达了。所以古德常讲啊，一经通一切经通，确实如此。我往年在台中亲近李炳老十年，我这个十年呢，只学了五部经，这是其他同学都很难比的。我这个五部经，头一部跟他学的是《阿难问世佛吉凶经》，你们很多同学都看过《小乘经》。分量不多，这个经本大概只有五页，这是我第一部跟他学的。第二部学的是阿弥陀经，大家常念的也不长啊。第三部比较长一点的普贤菩萨行愿品，第四部是《金刚经》，第五部是《大佛顶首楞严经》，这是算一部大经。我在台中十年，李老师教学的方法是一样一样的学，你这一样学会了，才准许你学第二部。那什么叫会了呢？要上台去讲，他在下面听，他听到觉得满意，你才可以要求学第二种。如果他听了不满意，你就不必再要求了。一定要熟啊，要熟透啊。
金丹丹会讲，你能讲得好吗？讲不好。怎样才把这部经讲好呢？依教奉行。经上所讲的你要去做啊。多少要做出几成呢？换一句话说，在你生活当中，你真的有了变化，工作态度、与人交往的态度、言行都起了变化了，你是真学了。李老师要求的标准并不是很高，经上所说的这个教训，你能够做到2-3%，他就很满意，不容易，2-3%都不容易啊。这种修学法是不是就有成就呢？那很难说，这只是一个开头啊。要真正谈上有成就，这一部经的理论教诲至少也要做到啊，20%-30%。你才算是有个成就，这种成就人天福报而已。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但是以这一点成就念佛求生净土啊，倒是一个好办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靠自己断惑证真呢，不容易。那么这是我们必须要把它认识清楚的，要明了的。那么我们在此地看到这一位龙主鸠盘刹王，菩萨示现，如来化身啊！如果不是诸佛化身大士化身示现的，不可能啊，不可能修行正果。所以，通通都是诸佛化身菩萨大慈大悲，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来给我们做榜样。我们在这个里面得到启示，在这个里面真正醒悟过来。所以有个人问我，很多人问的，不是一两个，问我为什么要跟其他宗教交往？问我的人是佛弟子，我就告诉他，我跟所有宗教族群交往是落实大方广佛法言。我知道啊，所有宗教里面的神圣诸佛如来的化身。你们念过普门品观世音菩萨32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以基督身得度，那不就现基督身。应以阿洪身得度，那他就现阿洪身。阿洪是伊斯兰教的传教士。
啊，所以我们才晓得，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那不同的那些神圣，全是诸佛如来的化身。我们的恭敬心升起来，平等心升起来，啊，不是别的，都是诸佛如来。无量无边的方便，我们自己分别执着那是错了，我们不知道事实真相，知道事实真相分别执着就没有了，决定是一视同仁，最极真诚恭敬心的来对待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来对待一切众生。偈颂第一句：佛习普修诸恒海。这一句关键呢，在“佛”这个字。四弘誓愿里面，每一位同修记得很清楚，法门无量誓愿学，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学呢？现在决定不能。到什么时候你开始学呢？到你成佛的时候你才开始学。你没有成佛，你决定不能够广修法门。成了佛还要学吗？成佛还要学？成的是什么佛？你要问清楚啊。你看迦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告诉我，他解释金刚经上所讲的诸佛如来，他的解释，那个诸佛是原教初住菩萨就成佛，那么华严经上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就是四十一种佛，叫诸佛，跟禅宗讲的相应，禅宗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天台家所讲的分证即佛，他要不要学呢？要学。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要广学道文，证得原教初住菩萨以后，如果是别教呢，是初地以后，没有证这个位次，一心修定，原教初住菩萨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这个时候可以广修道文。所以四弘誓愿也得教给我们修学的次第，没有见性之前，我们修行重点在哪里？断烦恼啊！要在这上下功夫啊！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断无明烦恼，在这上下功夫。换一句话说，没有见性之前，没有大彻大悟之前，我们修学的重点是在真诚、清净、平等。见性之后，
那个重点是在正觉慈悲。我们现在也在修慈悲心，说实在话，相似的慈悲心。为什么呢？慈悲心里面还掺杂着严重的烦恼，分别执着。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悟后起修啊，这个无量无边的法门就非常容易了。一点都不难。一接触就通达了。不需要完全接触，接触边缘已经就通达了。我们在经典记载里面看到，龙树菩萨，龙树是初地菩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教，他3个月就通达了。有这个能力，才可以广修多闻呐。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慧能大师，特别里面有一条记载的法达禅师，那是个学《法华经》，他到曹溪去请教，能大师说：“这个经我没听过，你念给我听听。”他只念到方便品，《法华经》的第二品。念完之后啊，能大师就指住他：“行了。”不要再念了，完全明白了。28品经念2品，后面全部通达了，这种能力才行啊，才能广修多闻呐。我们这个经全遍念下去，念个10遍、100遍、1000遍还不通，那怎么行呢？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根性，要知道自己的能力，我应该选择什么法门、什么经论来学习，而且有良好的学习态度，这最重要的。你有没有成就，决定在良好的学习态度。学习的方法了，实在讲并不是很重要。我过去在做学生的时代，跟同学们一块研究讨论，我就说，我们成功失败，态度占90%，方法充其量不过占10%而已。同学们当中很多重视方法，我这个说法得到老师的肯定，向李老师报告，李老师点头，这大家没话说，要用真诚心学习。不但是学习，你看这个经文里面，普修诸恨，
这个字，我们这个本子里头，它圈了一个圈，念去声。去声当动词用。如果我们念助行，那是当作名词用。这样当动词。动词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行为。起心动念，意业的行为；身体造作，身业的行为；口里面言语是口业的行为。行为无量无边，身口意这三个字就通通都包括进了。还是形容无量无边，众生的善业行为是错误的，错在哪里呢？不顺的发心。我们台湾人同胞讲不顺法度啊，这是错误。佛的标准是信德，是发性里面的信德，与信德相应的，这是正信；与信德相违背的，邪信。思想见解叫邪知邪见。言语造作叫邪行，把邪行修正过来，那就是正行。佛习，这个习是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啊。普，普这个字也很重要啊。普是平等。不分族类，这个族类是大的族类。在十法界里面，佛是一个族类，菩萨是一个族类，声闻是个族类，诸天是个族类，恶鬼、畜生、地狱，各是各的族类。这个普就是为一切不同族类的众生。所以佛修行不是为自己，佛早就成了佛了。说老实话，他身语意绝对没有毛病，没有错误，没有错误还要装出有错误，来表演。世尊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做佛，《梵王经》上说过。他这一次来示现来表演是第八千次了。他是来唱戏的，是来做做装出样子，装出我们种种的毛病，装出这个样子来觉悟我们，来感化我们，让我们呢六根接触到他老人家的生活行持有所感悟，不是他真的在修行。你以为说他真的在修行，那错了，我们看错了，早就成佛，这个叫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流露啊，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而这个现象里面，我们讲形象，形象里面，
总的来说，就是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你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所表演的，他的日常生活，他的工作，他处事待人接物，那佛教给我们什么？就是这十二个字。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是我们这个世间众生的病啊！他实现就针对这个病而来而发的，这对症下药。我们读经要能看得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学到东西。佛放下了，我们也学放下。啊，也有同学说，我很想放下，可是偏偏放不下。放不下也得放下。为什么呢？放下了，你问题才解决。放不下，你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放不下了，你生生世世还要搞六道轮回。你要是果然放下了，你这一生就永脱轮回。这个身在这个世间呢，那就像古德所讲的最后身。我在六道搞轮回啊，这一次是最后一次。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不管你修哪个法门，修禅也好，修密也好，念佛也好，学教也好，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这十二个字没放下，你决定不能脱轮回，念佛也不能往生。诸位要晓得，念佛不能往生的。李老师常讲，一万个念佛人真正往生啊，两三个。那两三个何以能往生呢？那两三个放下了，所以才能往生。那么多人，还有9990多个不能往生的，不肯放下嘛。所以一生念佛，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念佛，为什么没有能往生呢？这十二个字没放下。我们这一生明白了，觉悟了，要提升高度的警觉。还想不想搞六道轮回？还想不想过这种辛苦的生活？所以我们冷静观察了，日子过得很苦啊，还愿意搞这个吗？多想想天人的生活，多想想佛菩萨的生活。佛菩萨生活我没见到，念华严经，华严经上所讲的佛菩萨的生活，大小乘经论里面讲天人的生活讲的很多，欲界天、色界天，华藏世界、极乐世界、
纯善无恶，人人都是好人。没有一个人有害人之心，没有一个人对人没有礼貌，没有一桩事不是好事。这个地方我们想不想去？真想去，放下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一心念佛，你就决定得生。待业是待过去续业，不能待现行。过去虚业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无明烦恼习气啊，这个东西没有断不要紧，只要你现在你能够控制住，这佛家讲扶住，讲扶，我们现在的话讲控制，你能够控制不发作啊，但是单单控制很难啊，的确很不容易。你最好能做一个转变，转变呢，那就是学佛啊。佛不但没有自私自利，佛是全心全力帮助苦难众生。哎，我们有这么一个转变。所以人不能没有念头啊，做到没有念头，那也不是个容易事情吧？完全没有念头，那是无想定。你将来果报在四禅无想天也不简单呐，我们做不到啊，总是有念头。把这个念为自己的那个念头啊，转变为社会，为别人，从这个地方做一个大转变。这好修啊，这个是大乘法啊，完全讲控制自己的小乘法啊，大乘法是做个转变，所以比小乘容易。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啊，决定不为自己。为一切众生，里面还掺杂着自己一点在里面，那就是错误。你的心不纯，99%为众生，里头还有1%为自己，你就不纯。那一念就是毒素。古德讲经常常比喻提壶，这在古时候提壶是最好的饮料了，一大碗的提壶里面一小瓢的毒药掺进去，提壶就变成毒药了。这个比喻就是你99%为众生，里头还有1%的念头为自己，就造成了重大的障碍啊。不可以啊，要写得干干净净。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天天跟大家讲经说法，49年被中断。释迦牟尼佛一天讲多少时间？我们在许多大乘经上看到的20讲经，
二十是多长的时间？那个时代，印度把一昼夜分作六十，昼三十，夜三十，二十就是现在八小时。释迦牟尼佛在世对大众讲经说法是每天八小时，他的确是有超人的体力。我们现在一般人叫你一天上八个钟连课，你行吗？释迦牟尼佛行。这些菩萨阿罗汉都行。为什么行呢？他无我。说而无说，无说而说。所以他无有疲厌。我们今天我们有我，有我就有疲倦。所以我们每天讲两小时经就觉得很累了。他们的工作量比我们大，他们心比我们清净。一切为众生，确确实实没为自己。我们里头掺杂一念为自己就不行，就不能跟人比。所以修行，身体造作是给人做好榜样。口里言语是为众生解决种种疑难。没有一样啊，不是帮助一切众生。生于意，三轮教化了。第二句，教化十方无量众，这一句的说明佛教化的对象。教是教导，他不用教学，他用教化。化是教学的成果。古人读书在变化气质，这就收到成效了。佛陀教导这些众生，这些众生果然起了变化。化恶为善，那起了变化了，收到效果了。化迷为悟，化凡为圣。佛天天在教，不断不断的把众生境界向上提升。如果天天教，教的学生呢，一点变化都没有。这个教的时候就效果没有了，换一句话说，没有成绩拿出来。教是佛的事情，老师的事情，化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在大乘经里，我们常常看到开示五如，教是开示，化了是五如啊。老师能帮助我们的就是开示，开就是说法，我们有问题向他请教，
他详细给我们解答。这是开啊，示是示范，他本身做一个模范给我们看。开是言教啊，示是身教啊。佛教我们放下，他一定放下。他没放下，他不能叫我们放下。他叫我们放下，我们不服啊。他本身放下了。他叫我们放下自私自利，我们观察他确实没有自私自利。他叫我们放下名闻利养，确实他自己不沾名闻利养。教我们放下贪嗔痴慢，他确实没有丝毫贪嗔痴慢。我们服了，我们真肯学，这化了。我们听到他的教学啊，看到他的示现啊，这个榜样，我们却无。我们学习，学习就是入啊，真正肯学习，学他那个样子，入啊，悟入这个境界。这一句里面，充分显示出随类化身啊，应以什么得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随机说法。十方世界众生不一样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众生也不相同。人类是个大的族群，畜生类也是个大的族群。人类从肤色上，我们分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思想见解都各个不相同。畜生里面种类更多，佛要度哪一类的众生，一定要现同类身。我们在经教里面看到啊，诸佛菩萨示现在畜生道。他要去度那一群猪，他一定去投猪胎啊，变成猪身，天天跟猪在一起，跟他讲经说法。啊，要现人身跟猪说法就不行啊，这讲不通了。啊，他要度恶鬼，一定要先恶鬼身。啊，你看佛教有些超度仪式里面啊，像这个放焰口啊，焰口台对面扎着一个鬼王，焦面大师啊，那是什么人呢？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度恶鬼道，就现恶鬼身。现同类身啊，随类化身，应机说法，我们在这一句里头充分地看到了。
我们要知道学习。我们理解了，明白了。渐渐在这个经上体会得了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体。尽管有种种形色差别，体现是一个。这是佛在本经里头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体身是一个，我们深深的体会的。所以有人说，不同的宗教能融合成一体吗？当然的，凭什么能呢？体现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能够互相合作吗？能。不但人与人能，人与畜生都能，人与鬼神也能。究竟这个道理呀，就是同一个自信。那么现在一般人为什么难呢？不能呢？不能是你不往来吧，你不沟通嘛，那就变成不能了嘛。不往来不沟通就是有隔阂，有隔阂大家在猜。我猜你，你猜我，越猜越离谱。麻烦从这里生的呀。所以什么事情啊要通啊，通了问题就没有了，不通问题就来了。彼此互相猜疑，这个里面就产生误会，误会变成冲突，冲突变成流血战争，毫无意义。通通都违背了神佛的教诲。你看这些经上教哪一段不是教我们沟通的？十方无量众啊，不是对一个小团体啊，不是对说哦佛门四众弟子，不是啊。没有接触佛教，我们更要爱护他，更要帮助他，更要关怀他，这个才对。一进入门人他懂了，没有入门我们加倍的爱护他，关怀他，照顾他，帮助他，你才符合经义，我们念才没有白念呢。用什么方法呢？种种方便利群众。这个种种方便就是佛家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门太多了，这不好讲啊。所以佛菩萨有善巧，把它归纳，总结成几个纲领。佛教给我们应酬，这个应酬就是我本人跟任何一个人接触，他学佛也好，他不学佛也好，不论年龄，不论性别，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我们的长辈也好，晚辈也好，
只要跟一切人接触，跟一切众生接触，佛教给我们四个原则，四摄法。我们有没有做？四摄法是释迦牟尼佛跟一切大众接触的标准啊。四摄第一个布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服务啊。不论接触哪一个，我为他服务。那么佛务的项目三大类，财法无畏。财里面有外财有内财，外财是我们以金钱物质为他服务帮助他，内财是我们劳力，我们先做义工以我们的身体劳力来替他服务，照顾他了。现在讲的是照顾他了，我们有没有做吧？发布施，给我们给他做一个很好的榜样。教导他我们仔细观察他有哪些缺点，我们所表演的呢，正是他这个缺点的反面他不孝父母，我们表演的特别孝顺父母不但孝顺我们自己父母，我们孝顺他的父母，你要这样教才行啊！他不爱他的兄弟，我们看到他兄弟特别表示爱心，这是四摄法的头一个布施无为布施，我们以种种方便使他能感到身心安稳，离开一切忧怖苦恼，这一类的都属于无为布施。我们跟大家接触这第一个第二个爱语，言语都是爱护对方的话爱护对方的话不一定是好听的话那个甜言蜜语是害人的欺语爱于是不是责备他骂他教训他爱护他吧要懂得这个里头怎么样应用，那是智慧真实智慧，高度艺术表达的方式是高度艺术内有真实智慧表达的是高度艺术利行，我们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众生都是对他有利的最后一个原则同思今天我们讲落实宗教的后座，我们请各个宗教到我们这儿讲经同思他们那边讲经，我们到他那里去听，同事这个样子，
从这些地方，我们建立六合敬里面的见合同解。现在人所讲的建立共识啊，所以这个四摄六度是须臾不可以离开的啊！我们从早到晚接触一切人事物，你就要用上啊，你就要落实啊。学了这么多东西，所学非所用啊，讲的天花乱坠，完全没做到，跟自己生活是完全脱节了。这个佛法学了没用处啊！我说佛有教，我们没有化啊。如何我们接受佛的教，自己立刻就产生变化？我们就学会了啊，种种方便从哪里下手啊？楞严经上讲的最初方便，最初方便实在讲就是四摄法啊。所以诸位，这个四摄千万不要误会哦，四摄是我们戒引众生的。什么时候戒引众生，什么时候再用它？错了。我们一天到晚接触任何一个人，都要用四摄法。你学了才管用啊！尤其是对这些迷惑颠倒、业障习气深重、作恶的众生。更要加倍的慈悲所以说我说神爱世人呢，对于不信的人加倍的爱护啊。为什么呢？信的人没有问题，他将来都到天堂了，不信的人堕地狱呢，还得了吗？特别关怀他，特别照顾他，是这么个道理啊。有信心的人他已经在学习了，等于说他已经上路了，他会走了。没有上路人，我们怎么样去引导他？所以这加倍那么这方便里面四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手段接触之后一定要有真实的利益要建立畅通的管道，才能产生殊胜的效果。国家与国家，管道畅通，决定不会有战争。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一些有误会的、有隔阂的冤家对头，如果能常常接触、常常往来，什么样的怨恨都化解了。知道什么一时误会呀，所产生的这些种种方便行门全是方便门。我们今天净宗行门提的五个科目，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是我们种种方便利群生的纲领。我们这些科目认真努力修学，是为利益群生。
不是为利益自己。啊，诸位要晓得，假如你在佛法这些纲目修学是为利益自己，你来生得人天福报。如果你所有一切的修学是为便利群生呢，你将来成佛做主，成佛做主啊！同样干一桩事情啊，用心不一样啊！啊，所以为自己出不了六道啊，三界游乐的福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啊，你看到有很多大富长者啊，财富啊百亿千亿的啊，大贵做总统做国王的，都是前世修得的福报啊。啊，他以种种方便利群生，但是他归自己。啊，我为什么做社会慈善事业呢？啊，是为名。啊，是为利。啊，没有忘掉自己。果报就在世间，更大的到天上去做天王啊！佛经里面讲的大梵天王、摩诃首罗天王，错就错在没有把自私自利放下了。啊，名利没放下了，这一点我们要提高警觉。啊，我们今天很认真努力在修学，如果还有一丝毫名利心夹杂在里面，还有个人的需求、欲望夹杂在其中，我们的果报在三界啊，所以要把这些东西写得干干净净啊，念头都不生，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这个光明自己看到啊，不需要求别人给我们作证啊，自己看到清清楚楚，前途一片光明啊。但是在这个境界当中，不要忘记了决定求生净土。为什么呢？求生净土是快速圆满成就啊！不求生净土，你会生到四圣法界啊！你超越六道，你会生到四圣法界。四圣法界是不错啊，但是要达到究竟圆满的佛果，还要很长一段时间。啊，所以真正聪明啊，没有不选择念佛求生弥陀净土的啊。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偏赞西方净土道理在此地啊。龙珠菩萨这个几句话
虽然只有这么四句，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在此地做个总结，首先把我们的观念转过来，自己要肯定我们自己的观念是错误的，真的错误。由于这个错误的观念造成六道轮回，造成了三途苦报。我们把这个观念转过来，从今而后啊，起心动念，一切作为是为众生的，决定不为自己。穿衣吃饭都是为众生的，我在这里活一天是为众生活的，绝不是为自己活的。自己生死就了了，这个身体躯壳是为众生服务的工具，我们在哪一个工作岗位，就利用这个工作岗位行菩萨道。所以菩萨道就是在这个岗位上做出榜样，做出为一切众生服务的榜样，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贪嗔痴慢，一切为利益众生。所以无论什么身份，无论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示现乞丐，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在我们这个大社会里面，乞丐是最贫穷最苦的，他要示现最苦的，这叫普度啊。要实现个大富长者，那就是上面这个阶层，下面阶层不行，不能接触。他实现最下面，最下面可以通最上面，完全贯通，做这个实现了，他实现的很妙啊。实现的很善呐、你看出生王太子的身份最高的，那么结果修道的时候，他实现乞丐的身份，从帝王到乞丐，他整个贯通了，妙不可言呐、我们从这些地方体这个去体会，你才能真正的懂得佛种种作为，种种方便利益群生，你才体会得到。我们在这里才能学得到，他真平等，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全都圆融成一体，所以这个示现是真实智慧，现在讲那的确是高度艺术，这个世间人谁都比不上。我们从这里体会，从这里领悟，从这些地方学习，这是龙主鸠盘叉王他的修学报告。
我们都聊啊，讨论聊，知道如何来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讲到此。